雜誌嘅報導咧，話如果啲人唔守得奶嘅咧，可以試下將牛奶溝埋啲谷物一齊食，不如你試下。的確有唔少人咧係對乳糖敏感㗎，咁但係骨骼咧始終需要大量嘅鈣質，所以咧以為唔守得奶嘅人咧可以試下改變下咧飲用牛奶嘅習慣。在開始的時候可以嘗試飲用少量的牛奶，或者加入谷物一起進食，甚至可以選擇一些低乳糖的牛奶，另外高鈣芝士或者乳酪都可以的。天天加鈣是由安怡高鈣奶粉特約播映。